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愚人精。Hello， 好，这场愚人精皮肤旧装，我方阵容介绍聂西。好，还有我敌方阵容，调是这次三个，两个，囚徒医生、化在杂技、拉拉队一个勘探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搭配能不能顺利的胜利呢？来看一看。好，有一个跳起来的应该是我方的队友吧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杂技吗？中，好，是杂技。好，我来针对你啦，杂技看你多厉害。杂技通常的球跳来跳去很麻烦，对我而言是一个一大的，算是一个有点克我嘛，好像有一点吧。那上楼梯，那就中一下了。楼梯没得闪。好，要翻窗吗？来不及，回头走。他在干嘛？不跳窗吗？他是不是跳失败了？要按一下蓄力才把它跳出去哦，其实。还是这一区跳不出去，我也不知道这区应该跳得出去吧，但是要蓄力，好吧，就这样被抓了，有点亏，是不是？好，破译机还是七台，我们还是要干扰一下破译。这个是谁在破译嘞？好，看一下，收，这样还能中？大意喽，不是，应该不是大意，应该是侥幸的心态哦，侥幸的心态有点重哦，他还在破译吗？不敢了吧，都中了半下了。好，这时候就要来守一下勘探员了。一开始的话，让人家飞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现在有一个时间差，医生的话不知道来不来及去支援守，但是我觉得不够聪明的话，聂西应该过来跟我一起守。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我的实力非凡了。好，并没有。好，来救的是拉拉队员，救吧，没有没差，半下而已。来啊，来哦！好，还是被打到了，是不是？该不会是想往边边走吧？抽！好，能打就打，能打就打，赶快再打一下。OK， 倒地了吗？再打一下，那倒了，可恶！好，这边没人在破译。好了，破译掉三台，速度蛮快的，还是要得让杂技先飞。好，医生也是第二次了，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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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枪吗？有时候都在骗枪，你知道吗？真讨厌。有时候是真的没有枪这边骗，有时候是真的有枪，然后也这边骗，整个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是个尔虞我诈的世界啊！好，拉顿又来了。OK， 来来救啊，来救啊！你还是得救，是不是？好，我 CD 完了，来哟、再来。OK， 似乎是用了，想要加速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下子不让他支援，加油！我是故意的，对。好，弄死啦，对眼，弄倒他，接着再来。跳啊！你跳啊！我就让你跳啊！好，倒！优先抓拉拉队员，因为他要倒数，是不是？不想让他跑了。好，一次倒两个，还不错哦。好，接着就杂技要飞了。有时候就是不要太皮的去支援嘛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谁的枪？居然有枪好，有枪也不错，但是只是拖延一下而已啊。好，要破译掉一台了，还要再来吗？看来也没招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接着就是防守拉拉队员了。时间差并没有拖太久。好，我们的画家赶紧去救。画家嘞？怎么那么慢？我人都到了，你还没来？想要放画是不是？你就放画啊！还没画好是不是？你画都没画好，这个真的是，应该是画好了，应该会在。好，居然。
瞬间的手电筒出现，中断了我的技能。干得好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干得好。好，又加速了一次。上车吗？上车开走，他真的开走了嘞！他真的开走了，头也不回。我中化了，还想要晕两次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样子太过分了。好，还来，还来，还来，喷香水，他没香水。好，让我买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这局会赢吗？绝对会赢！波基剩一台剑飞到三个了，不赢真的有点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先把这个裁掉。好，有囚徒在调控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。这附近有耳鸣欸，是不是楼上啊？是，感觉在楼上有足迹。调香师，剩下一下的调香师，剩下两下的调香师。来喽，嗨，好，是剩下两下的调香师，再来，上去吗？那、啊、上去就好，还是没破译掉。囚徒终于被抓了。好，调香师也是第一次而已。好，这边有人在破译，干扰一下。你破译啊？还有人在破译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没有人在破译，那就可以咯。囚徒剩下最后的三秒，我来会会，你看里面是谁？哦，聂西耶。所以刚刚是调香师在破译吗？那囚徒可能会被救吧？囚徒被救了，在哪里？被画家救了，又是画家。画家蛮会救人的、欸，说实在的。好，看一下，但他似乎也跑不远了，是不是？拉，没拉到，又是画，又是画。我要绕过去了。好，我好像没有中，是不是？我没有中，我在边缘行走。好，在这个位置来喽，电一下，通常会电一下，通常真的会电一下，但是他没有电，通常。好，拉到了。OK， 囚徒第二次，调香师第二次，拉顿又倒地，画家来啊救啊，看你就能救多少次，我就看你能救多少次。我破译掉欸，居然破译掉，在飞掉四个的情况下还破译掉啊，囚徒要飞了。好 ，OK， 飞掉五个了，我们赢了。边没人，拉队在倒数，剩最后的调香师跟画家。哦，这个画还放在这里耶。好，看到了调香师往里面走过去。好，又飞掉拉队员了，这局可能很容易完胜哦。哎，直接倒，没有任何香水吗？队友他受伤。好，剩最后的画家了。剩最后的画家在哪里嘞？哦，找到了，又回了，又打了，该不会在地窖口吧？有没有可能？但那画都放完，他没画了，所以没办法签字了，所以在地窖。附近的话，哎、欸，又倒了，哎、欸，全灭，耶、yeah, ，这局又赢了，又是全灭，干得好。